他说是什么像塑胶袋还是塑胶条，根本就没有了。我们里面你刚刚看到的，我们也没有这个东西。借由庙口百年老店肉羹小吃一次出现食安问题，卫生局人员店里店外仔细检查，手机也得一一拍照记录。民众在脸书发文，买了一碗肉羹汤回家，没想到竟然咬到两条塑胶条。贴文一出，引发了留言区一阵讨论，店家紧急出面澄清。在烹煮的方面，我们里面没有，像看起来是像那种边条啊，我们里面没有这种东西。啊，我还是会很小心的再查看那个来源是哪里来的来源。业者喊冤，六月底发生食安事件之后，已经加强环境卫生。对于这次事件很无奈，越长到越委屈，坦言生意掉了三成，压力越来越大，全体工作人员连老板都压力好大。阿拉公，每天后场被我们念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，你也去看，我们早晚都一直，他下班了也都一弄，那我们里面也是，可是这个环境，人家这个环境就是开放式的。对，外带肉羹中吃到异物，本局立即派员前往稽查，现场食品制程及食材原料抽查，并没有异常。为确保民众饮食安全，已命业者立即停止作业及贩售，加强环境卫生改善。卫生局稽查结果，虽然食材原料没有发现异状，但基隆市卫生局仍勒令业者暂停营业，待业者改善环境、完成复查之后，才能够继续营业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